Look into my eyes and show me your adventures I haven't seen. Taking all the life, it hits the spot. Walking on fantasy. So take me, baby.一个礼拜有过去，又到咗我哋每周 Xbox 游戏人生嘅时间啦。今个礼拜好简单，会同大家睇下 Game Pass 有啲咩新嘢玩之余，啱啱完咗试玩 Day One Game Pass 嘅 Super Mario 又值唔值得我哋期待呢？如果你系第一次睇我嘅频道，逢礼拜日我会推出 Xbox 周报专讲游戏新闻同专题，逢礼拜三会推出 Xbox 游戏人生专介绍 Game Pass 嘅游戏同潜力新作。咁我哋就即刻睇下即将上架嘅 Game Pass 游戏阵容啦。The Show 23作为知名棒球系列嘅最新一集，由 PlayStation Studio 制作，更加系信心保证添啊！而 Day One Game Pass 当然系基本操作啦。而无限吉他明明系重视育成装备嘅回合制 RPG 游戏，但下一秒无啦啦竟然攞起个吉他嚟玩节奏游戏。嗱，呢一款 Day One Game Pass 嘅作品玩法就系咁特别嘅啦，但系实际资讯真系比较少啲。故事设定系一个近未来嘅世界，人类第 N 次被机械人逼到生死存亡嘅关头，而呢一个时候，人类发现佢哋最伟大嘅发明音乐，原来就系扭转局面的关键。吸引的地方预计都应该是音乐和美术风格方面，但这一类比较独特的作品好易在游戏设计和玩法方面走得比较偏一点，未必说个个都会对的。跟住落嚟呢一个就纯粹系温馨提示，而知觉王国再临登录 Game Pass 时候嘅系王子版，系包括咗全新嘅物品、支线、故事内容嘅三个 DLC， 总共多咗额外一小时嘅游戏内容。跟住落嚟呢一只作品唔系确认登录咗 Game Pass 嘅作品，系 Idea Export 喺 GDC 试玩节嘅作品嚟嘅。但是它是少数令我玩玩下的时候停不到手的作品，所以点都要介绍下的。游戏一反传统，以邪恶巫师作为主角，是被人逐出了自己的城堡之后东山再起的故事。没什么反套路，主角就是一个嘴炮全世界，打破第四道墙连玩家都烂埋的。看着他串晒整个世界都真是挺搞笑的。在玩法方面是一个俯瞰式的动作游戏，操作上面精准快捷，加上双魔法的系统，可以有多变丰富又流畅的战斗体验。而整只 game 令我玩得咁开心，就是因为它超多恶搞的地方，有些机关的过关方法呢真的会令你笑出来的，那我就不剧透了。整体是一只完成度几高、相当得意的小品来的。作为 Idea Xbox 的作品，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变成 Game Pass 的作品呢？不过啦，相信有唔少嘅朋友都感觉到最近 Game Pass 嘅阵容明显变少咗，特别系最新一期净系得两款作品添。咁究竟 Game Pass 发生了什么事呢？当然，我好肯定咁讲，喺阵容公布方面绝对可以做得更加好，避免两款作品都摆落一幅图度公布咧。咁对比起之前嘅公布，咁梗系俾人个感觉系差啲啦。但又咁讲，今年上半年 Game Pass 阵容虽然数量少咗，但系作品质素上面真系好强噶。单单系唔系 Day One 嘅，已经有 Monster Hunter Rise、SD Gundam 激斗同埋。鬼线东京、二之国、灵魂黑客二、骑劈二、科涵、圣骑士之战等等嘅大作或者佳作啦。而 Day One 更加是一月就 Hi-Fi Rush 加上神笔弹兵，二月有原子之心，三月有卧龙苍天陨落，四月 Minecraft Legend，
加埋我最中意嘅 coffee 拖二。五月有 Red Four， 七月有 Exo Permo， 八月有 Last of P， 九月有 Starfield 添啊！嗱，真系接近每一个月都有 Day One Game Pass 嘅大作，咁大家都绝对唔会陌生嘅，因为好似上条片先至讲完呢一个阵容，咁就睇下六月嘅 Xbox 展示会会唔会将六月同埋年尾 Day One Game Pass 嘅档期都填埋啦。所以 Game Pass 整体嘅阵容喺2023年的确就系变咗，但系亦都确实变得更加强大，令到玩家享受更加好、更加强嘅游戏。Your destiny。 不过点讲都好， Game Pass 游戏始终都系会有离开嘅一日，而今期离开嘅阵容我只系推介一款《回忆之蓝》。除了因为这款作品爆机的时间不用很长，真是一个很舒适的下午，如果你有的话，那都已经搞定了，因为一个钟头什么都搞定了这款作品。但是更加重要是这只作品的故事，讲述一个游泳选手克服他的心魔，修补回内心和家人之间的裂痕，是相当感人有意义的故事。咁大家都 get 到啦，我鍾意嗰啲作品都係嗰啲类型嘅啦。游戏玩法唔算好突出，但係关卡上面嘅美术呈现就好正，係重点推介嘅小品作品。然之后亦有几款作品会离开 EAP 嘅阵容，包括以下三款游戏，战地风云1943同埋 Bad Company 1同2都会喺四月离开 EAP 同埋 Game Pass 嘅阵容。而鏡之邊緣就是誤傳嚟嘅啫，暫時係冇諗住離開 Game Pass 同埋 EAP 嘅計劃噶。之後就到我哋今日嘅重點 ，Exo Permo 試玩之後值唔值得期待呢？相信八成嘅玩家對於 Capcom 呢一款新嘅 IP 喺宣布 Day One Game Pass 之前都係唔睇好嘅，因為連 Trailer 入邊都喺度 FPS drop 緊，恐龍嘅模組又唔係話真係好靚，感覺係服服地嘅。嗱，咁實際玩咗三日嘅公測，我又已經刷玩家 level 刷到 level 10啦。咁究竟呢一隻作品喺我心目中暫時又會係喺咩嘅位置呢？唔卖关子，呢一隻作品的确比想象中好好多下，好明显见到 Capcom 系有唔细嘅野心，成隻游戏由系统、性化表现、游戏嘅流畅度同埋节奏都摆明放咗好多心机落去，相当有潜力成为今年 Game Pass 嘅黑马级作品。但系佢亦都有一个极大嘅隐忧，好大机会会影响到呢隻作品最终嘅高度究竟去到边度。所以依家我就同大家逐一探讨一下呢隻作品究竟做得边度好，边度唔好啦。虽然大家都知嘅啦，呢隻作品就系机甲对恐龙啊嘛。咁但系其实游戏真正嘅古仔主线系讲紧 AI 智能叛变，玩家被逼当孤立嘅古仔。主角群被人困住咗，唔可以唔战斗，但系又明知道战斗只系会帮助 AI 嘅成长，究竟佢哋点样可以突围而出呢？都几令我期待嘅。始终呢隻作品连平行时空都放埋落去，都真系几夸张下。而令到古仔更加加分嘅就系过场动画，分镜选曲都好带到机甲究竟有几型棍，希望可以 keep 住呢一个水平啦。但去到玩家角色过场嘅时候咧，就真系扣晒分啦。动作有啲生硬都算啦，仲要唔识讲嘢嘅添，即系睇住玩家角色用一啲好生硬但夸张嘅动作去表达情感同埋回应其他人咧，都真系几搞笑。但搞笑唔系重心嚟噶嘛呢度。不过当然大家最关心嘅就系呢一只作品嘅流畅度同埋 FPS 啦，唔呃大家嘅。咁我玩咁耐咧，一次大嘅 FPS drop 都冇，无论系 PVP 打到你死我活咁，又或者系一大堆恐龙海入边长泳紧嘅时候，呢一只作品整体嘅流畅度都系相当一致地好嘅。最主要就是因为这隻作品另一个主角恐龙很明显是行 EDF 那种重量不重质的方向，虽然种类和攻击手段不算话少的，但是模组明显就只是算中中等等啦。动作方面更加是有学习 Monster Hunter 的痕迹，因为咁佢自己的嘛。整体来讲算是为了 FPS 和流畅度作出的牺牲，因为讲到尾这隻作品爽是比靓更加重要的嘛。
啲小恐龙唔靓唔紧要，我哋仲有大型恐龙啊嘛。其实 sorry 啊，咁冇咩唔同嘅啫，都系好朴素咗啲。但系大型恐龙好似暴龙、三角龙等等，佢哋嘅战力真系好高下，系真系要合作先至打得赢，仲要善用某啲机甲嘅招式先至打得到添。虽然啲大型恐龙系好可恶，打到你好惨，但系你亦都有机会化身成为佢哋去干扰对手，将痛苦十倍奉还啊！但系较为可惜就系呢只作品最强嘅敌人大型变种恐龙喺攻测嘅时候系冇登场噶。咁不过重点宣传嘅恐龙海都系好有逼力嘅。On the main thoroughfare, a barricade is shielded. 而除咗恐龙，最紧要当然系玩家用嘅装甲啦。今次公测开放咗全部总共十款嘅装甲，分为强攻、坦克同埋支援三大分类。装甲嘅设计同埋着装甲嘅动画都真系几型棍嘅，唔系讲笑。招式技能嘅动作方面都系行一啲月木嘅风格，比较可惜就系整体打击感比较弱啲啦。但系打恐龙海嘅时候，一大堆伤害数字都多少帮补到呢一个问题嘅。装甲嘅种类、分工、技能嘅实用性同埋整体平衡都唔错啦。至少除咗毛衣之外，每一个特别弱势嘅装甲，例如如果你系主要用毛衣嘅玩家，真系不妨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呢只角色真系比较弱势啲。Anyway 啦吓，咁正因为佢嘅平衡度都几好，所以无论喺 PVP 同埋 PVE， 应该都可以见到好多种类嘅组合，而种类唔平衡嘅组合咧，亦都会有明显嘅劣势嘅。特别系呢只作品可以喺关卡入面随时换装甲，同时亦都可以自选一件副武器，亦都会有唔同加成嘅模组组合，令到游戏战术同埋每一位玩家嘅体验都更加丰富同埋多元。即系你绝对可以一开始就做一个战士，边弹边输出，到最终战 PVP 嘅时候改成为天波，不断喺空中飞嚟飞去干扰对手，等佢哋完成唔到目标。因为大部分嘅装甲都有位移技，令到游戏节奏其实好快下。当中入门级有最劲嘅，绝对系疾风装甲，主打近战清怪能力好高。又系唯独两部有瞬移技能嘅装甲，有佢时候你推进关卡会快好多。大技亦都可以喺一段时间之内有一定嘅爆发性伤害，但系作为交换，佢生命值就真系好低下，俾人打几下就死噶啦。而进阶级潜力最强嘅就莫过于支援员嘅雨云，佢可以改变子弹嘅种类，令到你普通攻击可以作为输出又或者治疗用途。转换完之后喺换弹之前更加系有额外嘅伤害加成添。虽然系嘅，佢普通攻击好睇你射得准唔准，但系佢仲有 CD 唔算话好长嘅全弹发射招式，配合埋唔同嘅子弹，可以做到范围性嘅输出又或者治疗，而且攻击力仲要唔低嘅添。佢仲要系唯独两个拥有瞬移技能嘅装甲之一，可以向前放一个分身出嚟，限时之内可以飞雷神去到分身嘅位置，好似冇咩特别咁。但最癫嘅系佢飞雷神完之后，附近系有范围治疗噶，而如果分身经过一啲冧低咗嘅队友，更加会停低自动救人嘅添。一个技能可以有齐着草、治疗、突袭同埋救人，用得好嘅话真系会破坏平衡噶。不过讲咗咁多好嘅地方，最后当然要讲下呢只作品最大嘅隐忧，就系游戏嘅模式同埋玩法。呢只作品主打嘅系恐龙新环战呢一个 PVPVE 嘅模式，第一阶段主要都系 PVE 斗快完成唔同嘅任务，第二阶段咧就系最终嘅任务。共测试咗咁多场，应该净系开放咗两种最终嘅任务，但无论系边一个阶段嘅边一种任务，其实都离唔开单纯嘅打恐龙。就算正式推出嘅时候，最终任务会系有 boss 战都好，大家要斗抢尾刀都几得意嘅，但系其余嘅重复度都系有啲高噶。而游戏入面系内建平衡嘅机制，进度落后紧嗰队咧系会有干扰敌人队伍嘅机会，但系因为落后几多咧系唔会影响到你干扰嘅方式嘅，有时你净系领先对手一啲咁多啫，但就俾一个强力嘅干扰，一嘢就 KO 咗你之前嘅领先啦。咁呢一点咧系需要改善一下嘅。
而呢一只作品 PVPVE 嘅玩法可能会令到单独中意 PVP 或者 PVE 嘅玩家同时都谂下先嘅。始终 PVP 嘅玩家会对前期 PVE 拆怪嘅阶段觉得唔耐烦，而 PVE 玩家亦都会对于后期要用 PVP 决定结果呢一个游戏方式感到挫败。而呢只作品暂时系冇消息会有纯粹嘅 PVP 或者 PVE 模式，但系偏偏最多人试完之后希望有嘅嘢就系纯粹嘅 PVP 或者纯粹嘅 PVE 模式，所以希望 Capcom 就可以从善预留一下，加入翻相应嘅模式。如果唔系呢只作品基础再好又点啊？亦都好难吸引到唔同层面嘅玩家去尝试呢一款咁新颖嘅作品。以上就是今期 Xbox 游戏人生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都喜欢这种形式的分享，那记得 come on, like and share 我的影片，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开启抢先看。那今期的 Xbox 游戏人生就去到这里啦。是这样先，拜拜。这一段是临时临急补录的，因为微软就出了新闻说 Game Pass 的$10优惠会取消。那其实这个是讲你首次加入 Game Pass 的$10的优惠。咁但係对于金会员嘅大法呢，其实呢都当然会有影响啦，但係金会员嘅大法都仲喺度嘅。咁假设你係由零开始买咗3年金会员，然之后转换去 Game Pass， 咁价钱上呢就唔係以前嘅$10，而係$79，咁就係会有呢一个改变，但係金会员嘅大法都仲係喺度嘅。咁你话金会员转换大法会唔会取消？咁总有一日会嘅，但同我之前讲嘅一样，我估啦吓，都系同家庭计划普及咗之后先至会取消嘅。如果你身边系有朋友仔想最近买 Xbox 嘅，咁梗系尽快用呢个金会员嘅大法，尽快享受3年 Game Pass 啦。咁补充就去到呢度啦。